这是罐装啤酒吗？咱们先卖个关子。不过我们要告诉您的是，现在啊，手机没电，在外头大家靠的都是行动电源。只是现在的行动电源比的不只是容量，还要比比看谁的设计比较有创意。到底有哪些有创意的造型呢？带您一块来看看。经典的 Hello Kitty 搭上充满 Kitty 大头的 USB 线，还有这罐装黑咖啡，从 logo 拉环产品制造标识两个看起来都近乎雷同。不过仔细一看，左边是真的咖啡，右边啊则是现在最夯的行动电源器。我想要让它是不会太突兀的一个情况，拿出来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制造一个话题性。行动电源器做到多么精致，看看这个酒瓶就知道。从打开包装的盖子到拿出酒瓶，哇哦，除了不能真的喝下去之外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设计师会有这些创意，就是希望科技不但讲求实用，还要更贴近生活。直接放在车用的饮料架上面，然后直接去做用上沙式的去做充电，这样你就可以边开车边充电，在使用上更便利。和人性用创意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，也让生活多点乐趣。